下来吃了灌肠的，老妈吃了包羊的。老妈妈还包羊啊？嗯。今天是结婚宴席啊，正在制作当中。切好了啊，辣椒丝儿。备用啊。备用的。要不切成小丁了啊？好，小丁。切成小丁，好虾仁。三合一啊，烧鸡，肘的，四喜欢的。下肚。下肚。吃黄瓜了，开始下桶了啊！三合一，今天是结婚宴席啊！切上的姜丝啊！今天奋斗姐跟小王子两个人啊，两个人开喜宴大戏。看后边的拱门都看出来了，带红花的这。有猪蹄了不是？猪蹄，酱香猪蹄，备点料啊！开始做酱香猪蹄了啊，辣椒，来点这个豆瓣酱啊。猪蹄入锅啊，酱香猪蹄，整点红烧肉，都在这边做这个酱香猪蹄啊。奋斗姐在这边切菜啊，来了都没闲着，来点小啤酒。哎呀，我要压一压这个猪蹄。再演示啊。开席了都。开席了，再不来都。青菜面啊，现切现上。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还没吃完呢。抓紧干。马上开启。对，你看我还没煮熟呢，这猪蹄好了啊，压好了，红溜的，红溜的了啊。嗯，喝啥喝啥的，那种养眼的这个好菜，软烂透骨，颤颤悠悠的了。那一块尝尝，尝尝吧。早晨都没捞着吃饭。没有。有有有。有有有，腿真透骨了。那。入口即化。掉了。小孩吃了灌肠的，老妈吃了包羊的。老妈妈还包羊啊？嗯。烫嘴。今天用的这个小桶的金龙鱼，王子做好的麻辣羊肉肉啊，来点蒜瓣，提提鲜味儿。羊羔肉出锅了啊，慢慢的一份。之前摆好这个生菜叶啊，今天是个喜宴，上，那边是摆好的这个大虾啊，走了啊，开始凉菜的料汁儿，杏仁拌芹菜面儿，看一下颜色啊，爽，行，开席了啊，第一道菜啊，杏仁拌芹菜面。你端着呗吧，我端着，你端着呗，端午高高的，对，冒尖了啊，五块一，慢慢的，十块，嗯，烤羊肉了啊。烧羊肉啊，第二道菜了啊，还得摆上这个花。放上这个花，让绿叶点缀一下。酱牛肉啊，红拌牛肉，洋葱啊。香葱拌牛肉啊，来把你的摆上。红香溜大姐。30到35是吧？要给我炸好了啊！
明天晚上试煮是吧？小王子还在忙呢，自习打完了啊。今天吃今天炸灰腿，饿了哟。花插的好着嘞，你这花。咦，八块，你这是这啥嘞？专业插花。嗯。赶紧拿来哦。这一道羊肝肉。这个长点腰子腰呗啥？那得买买了啊，一小盆羊肝肉啊。漂亮，钓一个。一块厚肉做。你看钓溜掉了，浪费了不？真有真有。有的啊，这个真大家伙，胖是吧？嗯，吃的好，大个的肉的，有点趴着，都是慢慢的减盘啊。放慢油锅了啊，好吃吧？管好吃，慢慢的一煎吧。烫肉，烫肉，老是凉了好吃。对。端一个，端一个干啥？我端四个。可以大小，放这个蒜汁啊，爽口小凉菜。上面撒了芝麻，还有几个盘呢？还有几个盘呢？好几个嘞，还有好几个啊！预计啊，这就到了啊，猪蹄了啊，酱香猪蹄。啊，三块的酱，我这饭好吃。看这个猪蹄啊，软烂脱骨了。我操，我都没见你喊过一次谁呢？后面喊啊，后面都喊了。慢慢的一小盘儿，插一个啊！虾仁了啊，青椒虾仁。那是快做啊！爆炒羊肚，羊肚了啊！爆炒羊肚。到大肠了啊！没啥都往下端，漂亮，窝头啊！你把这个端走就行。羊肉如果要做这个羊肉汤了，再焯一下水啊，放点水要炖一下。羊油放到羊肉汤里，羊肉洗一下，焯完水啊。这个厚劲嘞！呀呀，这个大补，这家伙。这俩一对，管，好着嘞。一看这功嘞，那好的天，羊肉洗干净了，入锅，还有个好物件嘞，尝尝嘞，你看，这个好吃。他们都把孩子年轻。王子找人现割的羊肉，现杀的现宰的。现杀现宰，现毛，现场加工，现场开心，马上上菜，敬请期待。滚开这个锅，这是做肥的。高压锅里压一下这个羊肉汤，这样吃的快点。这剩够了吗？喝好了啊？不喝了？好不劲，咱这喝羊肉汤吧。羊肉汤啊。